大家好，我是海蓝之谜护肤专家艾仙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被称之为液体绷带维稳神器、急救救星的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精华露。大家知道吗？海蓝之谜的灵魂核心配方神奇活性精粹呢，它具有神奇的保湿滋润、修护再生、镇静舒缓、柔嫩平滑、光泽透亮的五大功效。这款浓缩修护精华露呢，它含有原有的神奇活性精粹之外呢，硬添加了五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，来即可舒缓敏感、泛红等突发现象，并且持续根源修护，强韧肌肤屏障，来让你拥有健康稳定的肌肤，特别是推荐给刷酸、激光等微美前后的您，一定要使用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精华露。它呢含有酸橙茶精粹的配方呢，具有极高的抗氧抗老化功效，因此最好是每天使用。这款浓缩修护精华露，它是半透明丰盈啫喱状的，它像天鹅绒般的丝滑质地，就像液体绷带一样，保护我们的肌肤屏障免受外界环境的侵害。你们心动了吗？别忘了选择使用海蓝之谜深层保湿滋润、强韧肌肤屏障、抗氧抗老的浓缩修护精华露，来打造更健康、更稳定、更完美的妆容。谢谢大家。